而已。慢慢从我那时候从阶梯，我看到他们很要。Jesus.嗯，不用，我不买，不要进去。不会了，我们这边没有在卖车。我没有卖车，我们这里是展示，所以你可以进去看，没关系，不用有压力。这个太多钱，没有办法。没有，看一看就好。但是我们这边是展示空间，我们现场没有业务。哦。我们是这个是450啊。对，这一台是油电混合，那它还可以就是加油也可以充电。好，两个。你可以进去看，可以试坐，没关系。我们现场不卖车，所以你要买的话没办法买。哎，不要。完全一样的，那一台不同，那一台是350，那一台是不是油电？这台是油电。哦，对。那、这个多少钱？这种？因为看我们这边现场都知道标价，都只知道预接价，对啊，我们不知道实际的，就是价钱。我知道那个标价，原来它公司标价。哦，因为我们这边是预接价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快，就是对。279，对，啊、那一台，那一台是25，好，那便宜一点，因为这台是有电的，哦、那更详细的一些介绍还是要就是到营业所问，那我们这边就是你可以自由参观的，没关系，好，谢谢，知道就好，看一看就好，好没有那么多钱，看看就好了，嗯。Thank you.